各位同学，大家看是否能看到 PPT，是否能听到我的声音？晚上好啊，好，没问题啊，没问题。我们还是啊，快速回顾一下啊，回顾一下看看上节课的内容，看怎么样啊？来，第一组词，看还记不记得啊？这个词跟什么有关？Chrome 跟颜色有关，对不对？跟色彩有关。第一个 chromatic 彩色的，A 呢作为前缀表否定，就是非彩色的。Chrome 什么染色体啊？单色的，黑白色的，单色黑白的。Crimson 叫做深红色，还是跟颜色相关啊？跟颜色有关的啊。好，第二个单词来读一下啊。Hue 表示的意思叫做色度、色调，还是跟颜色有关啊？Hue 啊。那下面这个 tint 和 tinge 脑子里让大家想谁来的？想 tiny 对不对？让大家想这个单词啊，tiny 啊，一点点啊，稍微改变一点颜色，叫做微染着淡色啊，微染着淡色。啊，那 a tinge of 还表示叫做什么呀？一抹什么什么颜色啊？就是微染一层，一抹什么什么颜色，别忘了啊。好，下一个单词 tincture，这是表示药学和物理学当中我们所说的染色，用这个词啊。stain 也叫做染色或者是玷污、弄脏，用它都行啊。stainless 就是啊没有被污染的，对不对？要无锈的、无瑕的、干净啊。stainless steel 不锈钢，用这个词来翻啊。hover 表示的意思叫做徘徊、逗留。对不对？哎，或者叫做盘旋都行，徘徊、盘旋，看这个图片你都明白啊。高处上方叫做 hover 啊，下边下一个词 scorch 烧烤吃，烧烤完了之后叫什么？叫做烧焦、微焦，或叫做是干枯、枯萎。Scorching summer，一个什么样的炽热的夏天？Singe 叫做微焦、略微烧焦、略微烧焦。太阳想一想把东西给晒糊了，怕湿的啊，这个叫做是干枯、枯萎。Sear。是干枯，或者也叫做什么呢？叫做烧焦，对不对？还是跟这个干枯枯萎有关，它也是两个，一个是给烧了，一个是使枯萎都行啊。想一想这个耳朵烧耳朵，对不对？sear 这是形容词，下面这形容词啊，干枯的，干枯的啊。ignite 看这个图片就能明白什么意思，看这个火柴叫点燃，对不对？点燃，ignition 名词点燃，kindle 点燃，像 combustible 放到一起能够爆炸的，能看到两个词吧？burst 放到一起容易爆炸。Inflammable 这个叫什么来着？这两个词都来自于火焰吧，对吧？第一个是易燃，第二个 non-flammable，这个才是不易燃啊，一个易燃，一个不易燃，不要搞混啊。Foliage 表示的意思叫做叶子啊，folio 就是 leaf 叶子啊，folio 啊对开本啊，defoliate 是落叶，portfolio 啊表示的意思叫做看装一页一页书的叫做公文包，公文包和投资组合，公文包投资组合啊。Singular 表示单身的人都叫什么叫做奇特的。奇异的，第二非凡的，对吧？哎，单数嘛，奇特、非凡、奇特的、非凡的。好，queer 叫做奇怪的、妖里妖气的；quaint 叫古香古色、古雅的，对不对？哎，叫做格外怪啊！想想它前面忘了，所以怎么记得格外怪，对不对？哎，你想想叫做就是这种离奇有趣儿、离奇有趣儿的，或叫古香古色都行啊。antic 表示的意思叫做反常的、荒谬的，那就很荒谬可笑的，这也是一种反常的感觉啊。很滑稽的啊，滑稽的，奇怪的，滑稽奇怪，grotesque 奇形怪状，grotesque figure，grotesque statue 就行啊。Shimmer 啊，看波光粼粼，上下天光一碧万顷啊，沙鸥翔隔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是吧？哎，你看一看它啊，叫做 shine 闪闪发光啊，闪闪发光啊，shallow 浅滩，有点浅的啊，not deep 啊。第二个意思表示 superficial 肤浅，肤浅啊。秋天不耕作。万圣节很神圣，Halloween，你还能想想怎么记得吧？啊，悲伤是面色不好，面色难看，面色不好。墙下是打滚儿，打滚儿啊，gallows 表示绞刑架，绞刑架啊。好，看下边啊，下一个啊，第一个词啊叫做 shear 表示的意思，看这图片就能反应过来什么的。shear the wool，shear 叫做剪羊毛修剪啊，剪羊毛修剪啊，不要忘它啊。好，这边第一个 magnitude 要震级，看这图片就能反应过来啊，震级大小，放大大人物啊，叫做巨头，对不对？哎，这种大亨巨头 magnet 啊，做得很大，叫做宏伟的，宏伟的 inbox 也表示，你看大量，体积很大的，对不对？哎，不要忘了啊，这几个都是跟大相关啊。好，这边 respiration 啊，刚做，昨天咱们上，前天咱们上课的时候，很多同学这个词就没有反应过来。Spire 这个词跟再次强调是跟呼吸有关，之前已经讲过一次了。所以再次呼吸，动词叫做 respire，就是呼吸。
啊、哦，还是呼吸的意思，看着图片能明白啊、哦。你看看，photosynthesis 光合作用，对不对？就是呼吸作用啊。好，看下边啊，下一个叫做往里和往外健康。健康的标志有强劲的呼吸，一个是吸入，第一个是吸入，第二个是呼出。注意它的名词 inhalation，LATION 结尾啊，inhale inhalation 啊，别忘它。nascent 表示我们说叫做什么？叫做看啊，小荷才露尖尖角的感觉。想一想，叫做什么呢？叫做这个刚刚生出来的啊，跟天生天性那个 nature 是同根的，叫做出生的萌芽状态的。innate 叫天生啊，固有的，天生固有的，重新生叫。复兴复苏啊，复兴复苏啊，之前就生出来叫做产前的，出生以前的，产前的 prenatal test，对不对？这种感觉啊，产前的这种检测检查，产前的啊，incubate 在里面初始的一个状态，incubate 叫做初始出生的啊，incipient 来自于谁啊？它的名词是不是叫 inception？盗梦空间那个词儿，开始吧，对吧？在里面既不出现，把像个头眼睛刚刚露头的啊，还有一个叫什么来着？叫做 embryo。embryonic，胚胎的也是啊，初始阶段，初始的，初始阶段的啊，embryonic 啊，ubiquitous 这个词让大家脑子里想哪个词？是不是想 unique？是不是当然让你想这个单词？它和 unique 正好相反吧？一个是独一无二、唯一，那这是相反；一个就是它一个，这是很多、普遍；一个是普遍，一个是唯一，叫做 unique ubiquitous，unique ubiquitous 啊，好，怎么样？抽查了一部分啊，上节课的内容怎么样？还行吗？还可以哈，好，可以就行啊。那咱们还是跟那个小马哥聊聊天，一会儿咱们7点准时开始。看是否能看到 PPT 时候能听到我的声音。啊，今天人来的不多，说昨天双十一是不是都是？是不是这个就把双手打折了？不是打折了，都把双手都打折了，是吧？太累了是吧？我太难了，都一直熬到这个12点啊。像我平时晚上一般都是10点半睡觉嘛，然后昨天熬到12点半，然后就为了便宜80块钱。那当时睡觉的时候也在想，是我真差这80块钱吗？还是被这种氛围所感动了？也不知道为什么，其实就是觉得就便宜80块钱，我真差这80块钱，好像也不差，其实也，但是莫名其妙的就熬了那么晚。啊，莫名其妙的就熬了那么晚啊，就这个也不知道，就是氛围很重要，所以咱们学习也是一样啊，有一个好的氛围的话，啊，如果有一个好的氛围，那也会让同学们继续，要把这个词汇给他背的继续更牢啊，所以咱们在群里也是继续要加油，你便宜了150，那买的东西还挺多的，对，昨天晚上就感觉就便宜80块钱，一直熬到那个。那么晚，现在想想有点不太值啊，好像。好了啊，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词儿啊，来第一组啊，第一组词啊，第一个单词 quake 啊，看这图片就知道地震了是吧？earthquake 啊，这个其实还是蛮好理解、蛮好记的啊。颤动啊，战栗就是我们说打冷战，战栗啊。那下面这几个词呢，跟老师动手写一写啊。是，我也觉得不太值啊。关键买那东西，其实买完之后发现也并不是生活必需品，其实也啊。好，把这几个词儿动手写一下啊。动手写一下。第一个单词叫做 shatter，第二个单词叫做 quiver，第三个 shiver，啊，第四个啊叫做 tremble，好，咱们看第一个单词啊，叫做 shudder。shudder 这个单词呢，表示的意思也叫做站立或者是打一个冷战啊，颤抖，就是这种感觉啊。但它一般强调是抖一次，由于寒冷和恐惧啊这种啊抖动一次。那我们后面会接谁呢？会接 this at，比如叫做 shudder at 这个短语表示的意思叫做对什么什么感到不寒而栗啊，对什么什么东西感到不寒而栗。比如说一看到根哥。啊，我就感到不寒而栗。一想到这个事情，我就不寒而栗。这个叫做 shudder at the thought of something，at the thought of，一想到什么什么就不寒而栗，或者说我一看到什么什么就不寒而栗。这个要注意一下它这个用法。那它这个怎么去记它呢？它其实影射就是肩膀那个单词。你看咱们打冷战的时候都是哪儿抖动啊？你就 shudder 肩膀。你看咱们打冷战是这样那种感觉，是这样的吧？你不能说特别冷，打了个冷战。
它不能这么的，对吧？一定是肩膀抖动了一下，是这种感觉啊，哎，对吧？你不能说打了个冷战啊，那是帕金森犯了啊，我这也不一样啊，看清楚啊。第二个呢，quiver 和 shiver 啊，这两个单词呢，一般强调的是这种连续性的抖动啊，由于寒冷啊、恐惧呀、啊、饥饿呀、啊、都行，咱东北话叫饿得直哆嗦。冷的直的就是，能理解这种感觉吗？哎，这个叫做 quiver，它影射就是 quake，而这个呢影射就是 shake，shake 叫摇晃吗？shake 啊，昨天晚上是吧？啊，等着盼着见梅梅，看完梅梅就发现唱这三首歌没一首歌听过，就是很失望的啊，熬到了12点也是吧？quake 和 shake，shake it off，咱们在以前听过吧？那歌，大家这歌都听过是不是？嗯，要知道啊，是跟颤抖有关啊，跟颤抖、摇晃相关啊，叫做 shiver 和 quick quiver 俩放到一起，作为一个 tremble 这个单词呢，也表示的意思叫做颤抖，它讲一般都是轻微的颤抖啊，比如大家都经历过地震啊，比如就是3、4级的时候，你正上课呢，就是你就会发现怎么的，大家能感觉到这种吗？哎，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做 tremble 啊，叫做 tremble 啊，叫做。轻微的这种抖动、颤抖啊，用这几个词，所以这几个表示跟抖动的时候，大家看到腾格尔，对吧？看到腾格尔的就是 shudder at，打了一个冷战啊，是吧？走吧，怪呀呀呀，是吧？啊，打了个冷战，不寒而栗啊。quiver 和 shiver 这是连续性的，这是轻微的啊。这最后一个就是地震啊，地震。好，我看下边啊，下一组词啊，来第一个，啊。叫做 purify 啊，这个还蛮好理解啊。How to purify water，对吧？如何净化水，对不对？如何净化水啊？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词，大家还有印象吗？看这个标题能看到吗？Removing all threats to make water potable，potable 讲过没？大写能认出来不？大写能认出来吗？这是在万词班咱们讲过吧？potable 叫啥来着？这个词没讲过，它跟谁？注意区别。它跟 portable 吧，我有点记不清是在咱们班讲的不？一个叫做便携可携带，对不对？是在咱们班讲的吧？这是用锅装的，这叫做可饮用，可饮用的啊，别忘了啊，叫做可饮用的啊，没讲过，那可能我记错班了，那可能啊，portable 和 potable 后面会提到啊，就是 drinkable 啊。好，来大家把下面这些词啊，把下面这几个词啊跟老师过一下。把下面这几个词儿写一下啊。第一个单词叫做 purify，第二个 expurgate，第三个 purgative，第四个 purge，第五个 purgatory。好，学完了是吧？好，首先呢，这组词其实还是蛮好理解，因为这个词跟 pure 就是表示纯净。pure 就是说纯净这个概念啊，fine 呢是动词后缀，所以叫做使纯净化，那这个叫做使纯净，看看就变得干净啊，所以 purify 比较好，还是比较好理解的，purify something 啊。好，看下一个词叫做 expurgate 这个单词呢，其实这里面 ex 表示加强，在此处 ex 表示加强，就是使之变得更加干净啊，变得干净，这个叫做删除，叫做 expurgate 啊，就是有的同学可能上完万词班啊，并没有留下特别好的回忆，那。就让你的记忆变得干净一些啊，不留一丝一个词汇，这个叫做 expurgate something，表示的意思叫做删除啊，叫做删除，它可以表示删除一些这个字句啊，不妥的一些描述啊，都可以用它这个再次强调一下啊，我们在之前其实讲过一个词，跟它有点像啊，是哪个词？叫做expunge，大家还记得它吗？这个是万词班的词啊，expunge 把刺儿拔出来，想起来这个单词吗？拔刺儿啊，叫删除，对不对？那这个 expert 跟大家讲的有点相似，你可以写在一起，我写上面啊。刚报班的同学不要忘了把前面的课程补上啊，把前面的课程补上就好了啊。expunge 和 expert 这个词强调一下，写个小括号，一般多用于啊书面、书籍啊，对不对？文字不妥的地方，这种删除、删掉啊，我们可能会用到这个表达啊，作品出版前的这种删节、删减。叫做expurgate 就不干净的话，比如让这本书当中把一些比较龌龊的语言就是反对的、反党的话，删掉，弄得纯净一些，叫 expurgate
啊，那其实还有一个词叫做 a bridge，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专八当中 A 字母也能背到，一座桥看 a 加个 bridge，看到这个词了吧？它也表示删减、删除的意思。这个 A 字母可能很多同学都背过，你背 A 的话应该背的比较熟啊。一座桥也叫做删减、删除，文字上的删除、删减，a bridge 啊，a bridge 也旁边啊。下一个单词叫做 purgative，purgative 表示的叫泻药。这为什么叫泻药？泻药这个它是强调什么呀？是不是让你肠胃变得干净？它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对不对？肠胃变得干净，清洗肠胃。记住老师的解释，是清洁肠胃的。你看我们说，有时候做什么肠镜啊、胃镜啊什么之前，先把里边的排干净，对吧？你不能说肠镜、胃镜一塞进去，发现啊，西红柿炒鸡蛋啊，还有2块红烧肉，那不行。所以就是使肠胃变得干净，叫做purgative，叫做泻药、泻剂、泻药、泻剂啊。下一个单词叫做 purge。purge 这个单词呢，就表示叫做清洗或者叫做净化的意思。它还是取这个词根的本意。叫做什么呢？叫做清洗或者我们叫做净化清洗净化，它其实也可以表什么？就是我们政治当中的表示净化的，可以表示净化心灵啊，这种风气啊都行，对不对？哎，就其实就是一种消除，明白了吧？比如说我造一个简单的句子，你可以听一下啊，说 We need to purge our sport of racism，这能理解吧？We need to purge our sport。of racism 就是我们必须消除体育界当中的这个种族主义，对吧？必须消除这个东西，净化这样的一些东西。其实说的直白一点就是消除啊。那第二个还可以表示就是什么呢？在政治当中，我们说叫做肃清，能理解这种感觉吗？就把这个排除异己分子啊，在咱们这个团队当中啊，绝对不允许有那个党派的人出现，那个党派绝对不允许有那个党派的人出现，这个都可以叫做 purge 啊，purge，比如说 purge the party。对不对？清除这个党内的极端分子，你叫 purge the party of extremist 叫做 extremist 用这个单词就行了叫弄干净，都是干净啊。把前面这几个词过一下，看这个动词啊，fight 就是净化水资源的净化，是纯净啊。第二个呢，叫做expurgate，表示的意思叫什么？叫做清洁、删除，对不对？删除的意思，这个它可以跟 expunge 你可以放到一起，一般都指文字。啊，书籍文字的删除啊，下一个单词叫做 purgative，叫净泻药。这个单词呢叫做净化，或者也叫做是通便，也是这个词儿。你看它派生出来的嘛，就它其实有一个意思，就是通便啊，上厕所让你啊。最后一个单词叫做 purgatory，purgatory 表示叫做炼狱或叫做是受折磨的地方。ory 呢是名词后缀，表示地点，它跟工厂那个后缀是一样的。啊，看到了吗？哎，旁边自己再补充第二个意思啊，就是第一个表示我们说有没有信这个基督教的，你看一看，就是人在上天堂之前，对不对？是不是得洗净你在人间的这个罪恶呀？你不能说带着一身罪恶上天堂，那这个可能不行，对吧？那肯定是不行的。所以呢，就是先去这个地儿炼狱，去锤炼你啊，把你在人间做的一些坏事儿都给你洗干净，让你受尽折磨，对吧？把这些罪恶全洗净了，咱们再上天堂。所以这个要知道，它引申为叫做是受苦受难的地方，受苦受难的地方。就表示这样的一个意思啊，读一下叫做 purgatory，这是 GRE 里的一个词啊。好，那这两个是一对反义词，这个是纯净叫 purify，那这个反义词叫做使模糊要弄脏，这个咱们在以前有见过吗？一个是弄得特别干净，这是弄模糊弄花了。它这个词大家可以通过谁记？你可以通过 blear 去记，blear 呢表示的意思叫模糊的啊，大家可以通过 clear 看，通过一步一步记，clear 叫清楚，blear 是不清楚，不清楚，那 clear 清楚，b 就想成不。不清楚的，那这个 blur 变成动词，对不对？使模糊。一个是清楚，一个是不清楚的，使模糊的。那上面这个单词变成动词，ea 和 u 是一样的，叫做使模糊。好，来把这几个词儿回顾一下啊。第一个叫做 quick，跟上啊。地震的震啊，肩膀，脑子里一定要想肩膀，这叫对什么什么不寒而栗。shudder at，肩膀一抖。quiver shiver，这是连续性的这种颤抖哆嗦。一个是 quick，一个是 shake，tremble 轻微的抖动啊，这一组词都跟弄干净有关啊，弄干净有关啊。好，看下边啊，这几个词大家认知就行了，你表示小袋子或囊啊，知道就行。第一个词叫做 pouch，第一个词啊叫做 pouch，表示小袋儿啊，或者我们叫做囊啊，用这个词就行。看看这个品牌大家都知道吧？看看啊，一个这个包，那就是装一个什么？这是装什么？装小钥匙的还是装什么东西的？是吧？化妆包。对不对？你可以装点化妆品啊，
或者装点什么零碎儿啊，这东西是吧？这就是375刀，路易威登是吧？叫 pouch，这个单词大家通过谁记？你就通过 pocket 去记就行，它跟它同源的，就是它前半截嘛，小袋儿啊，或者咱们说鹿皮囊。咱们生活在古代的同学回忆回忆，是不是？以前咱说那百宝囊当中啊，炖出两个什么两瓶酒花鱼露丸啊，还是一日丧命散之类的啊，用这词儿就行。pouch，然后再想就 pocket 前半截 ，ou 和 u 是一样。OU 和 U 是一样的啊。Sack 呢，这个是跟袋儿有关啊。Sack 表示麻袋啊。咱们之前讲了一个单词叫装完麻袋就跑，还记得它吧？叫做 ransack，还记得吗？哎，叫做洗劫。哎，别忘了啊，最后一个词 poke。poke 咱们之前讲过这个意思，啊，打探、刺探的意思。第二个还有表示就是我们说购物袋、袋子，顾客买东西的袋子啊。这是一个 British 英式当中的一个比较老的一个用法啊。谁想我了啊？所以把这三个袋儿啊放到一起啊 ，pouch 脑子里想 pocket，sack 麻袋啊 ，poke 还是啊 ，poke 也是啊，你看它也是它前半截，看你写上就明白了，是不是 pocket 的前半截嘛 ？pocket 的前半截啊，好，通过例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说 If you are thinking running to a Costco to load up on water， 啊，那。After the quick hits, good luck 啊！那祝你好运，对不对？哎，他说了，水是重大自然灾害当中生存的关键啊！如果你想跑到 Costco 就是一个超市，对不对？哎，对吧？这样的一个地方啊，去买水，那祝你好运。这个地震就知道一下就行了。下一个单词呢，叫做 purification， 这能看懂吗？这是谁的名词？这是谁的名词来的？就是哪个词 ？A purify 的名词，对不对 ？A purify 的名词，叫做过滤系统、净水系统、净水系统啊、净水系统啊。最后一个词啊 ，by pouches of cost 表示的意思叫做袋子啊，叫做袋子啊。这几个词还不太难啊。看这个 pouch 的时候，一定要想谁？想 pocket 啊 ，pouch 的前半截 ，pocket 前半截啊。所以这个女同学知道啊，以后这种小袋子知道叫什么了吧？小袋儿和囊，化妆包，看到吗？这怎么表达啊？女同学，咱们很多女同学都化妆、兼职，还干点淘宝主播啥的，这词要会表达啊。好，看下边啊，下一组词来，第一个啊，叫做 intangible， 动手写一写啊，不要走神啊，把这组词写下来，叫做 intangible。第二个 tangible， 第三个 tangle，intangle。啊，下一个词叫做 contagious，intact。我们来看看这几个词儿啊。首先啊 ，tangible 啊 ，intangible 这俩是反义词了，对吧？反义词啊，很多有一些词之前是学过的，是吧？学过看能不能想起来啊，这个很关键。好，写完了吗？写完之后打一下一啊，写完之后打一下一啊。好，首先大家注意一下这个 TNG 啊 ，tang 这个词根呢，它本身表示什么意思呢？它表示的意思叫做 touch， 它是跟触摸有关。我们在以前学过生活当中听过的词儿，这个词儿应该听过吧？叫 tango，tango 就是探戈舞，听过这个词儿吧？是不是探戈舞啊？对不对？哎，听过那探戈舞什么呢？两个人得接触，搂在一起跳的，不能是自己跳自己的。两个人离5米远，自己跳自己那是霹雳，对吧？那这个 tango 啊，要那时候尬舞了，那就是啊。还有叫什么呢？咱们当年学过 tangent， 弹进的，口弹进的，老师讲过没？上中学代数课，高中吧还初中来的，忘了啊，是吧？代数课老讲过，弹进的，口弹进的，是吧？相接触是这意思吧？它这个词根是跟接触有关啊，这个词根啊，所以举两个例子让大家先明白啊。是跟接触有一些关系啊，弹劲的、口弹劲的啊，还有 tango 啊、探戈舞啊。所以当你把这个词根理解的话，那这时候我们看看它就比较好理解。你看 A 不叫能嘛，能接触，所以叫做啊可触摸的，或者我们叫做有形的。你看这里边这个表达怎么翻？叫做 tangible assets 有形资产和 intangible assets 无形资产。有形资产、无形资产，有形的、无形的，可触摸的、不可触摸的。其中我把这两个词放到一起啊，可触摸、不可触摸，有形、无形啊 ，tangible、intangible 啊。好，看下边这两个词，这两个词呢放到一起，就能摸，就是不能摸啊，非常直接这个造词啊。
下一个单词呢，tango，le 表示什么呢？表示动作的一个反复行为，这个要注意一下。le 往往表示动作的一个反复行为啊，那就是反复的摸来摸去、抓来抓去。你看当年我们上学的时候，那耳机，这是生活当中最常见的场景，放在包里啊，揪来揪去，揪来揪去，最后怎么的？是不是缠一个、缠一、缠一、缠一个揪啊？最后缠到一坨了，就是电线啊、毛发的这种缠，乱糟糟的一团。这个可以叫做什么呢？叫做 tangle。明白了吧？哎，这可以叫做 tangled 的意思。Her long hair tangled together，她长头发都缠一起了，说三个月没洗过头。Her long hair tangled together，嗯，都揪成缠在一块儿啊。所以这要知道一下啊，它可以表示东西的这种乱缠啊，是吧？哎，乱缠缠到一起，混乱啊。好，下一个单词 en 加上之后呢，意思相近，它表示什么呢？它表示的我们说这种关系啊、纷扰的这种纠缠，我们这个时候用 in tangle。啊，表示的意思叫做啊缠住，或者我们叫做是陷入一场啊混乱当中，这可以用它叫做 tangle。啊，比如他陷入了一系列的冲突当中，你可以哎 en 表加强，加强纠缠嘛，所以还是是纠缠。它作为一个近义词啊，第一个这表示长的线呢、啊、头发的这种纠缠缠到一起，这个呢它也可以表示什么呢？被缠住、被套住，或者是表示卷入一个事情当中。那我说一下这词的用法啊，看怎么去用。啊，这个词这样去用啊，比如说他陷入了一场纠纷，你可以叫 he entangled in 什么呀？a conflict，能理解这个意思吧？He was entangled，he was entangled in a conflict，陷入了一场这样的一场冲突之中啊，纠缠陷入，这一般用被动形式啊，反复缠，东西缠在了一起，就是纠缠卷入啊，纠缠卷入啊。好，那他俩是一组，他俩是一组。这个 tang 啊，你一定要想想，汤格舞是接触啊，能接触，不能接触，有形资产、无形资产，用这词儿来翻。然后注意一下啊，学相关专业的金融什么相关专业的啊，了解一下这个表达啊。下一个呢，叫做 contagious，这叫一起接触。他把这个鼻辅音嗯和嗯给脱落掉了，鼻辅音嗯和嗯，它跟谁一样？它跟那个 h 和 g 是一样的，有的时候会被脱落掉啊，会被脱落掉。那它这里边这个 tag 就是 tng，能接触到一起，这叫做传染的。在六级考试当中，这个词还表示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情绪上、情感上这种相互传染也行。第一个表示疾病的传染，它也表示这种情绪上，比如说他打了一个喷嚏啊，大家都打喷嚏，打个哈欠大家都打哈欠，一个人掏出手机，所有人都看手机，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做 contagious 啊，这种做法、这种行为是具有传染性的。嗯，用这个词儿就行。咱们当年考研当中也考过嘛，就在吃饭的时候大家都看手机啊，是这样的一个行为啊。好，最后一个单，这个词咱们之前讲过了吧？这个是有讲过的吧？没有被摸过，对吧？这个叫做完整、完好无损。这个完整这个意思要知道啊，没有被碰过，一下都没被碰过的，非常完整啊。好，看最后一个单词，最后一个单词，看它来自于谁？咱们现在学到现在能反应过来，你看它的意思啊，叫感触不到。咱们上了17节课了，现在看看咱们今天是第18节课，它为什么叫感触？要你自己继续来反应，它来自于谁？非常好，你要能看出来它来自于手掌，就前面。这么多节课就还行，至少慢慢能去摸索，因为看它的意思，看什么呢？看它的造词，去分析它到底来自于谁。那手掌嘛，能摸得到，摸不到，对吧？哎，一个叫做感触不到的，叫难以理解，这个意思要知道啊，叫难以理解的。那反义词呢，叫做什么？叫做 palpable，palpable 就翻译成什么意思？哎，去翻译呗，就是能感触得到的，对不对？哎，很明显的，显而易见的。对不对？哎，可感知的啊，很明显的，palpable, impalpable，把 palm 写旁边，能够用手掌，不能用手掌，难以理解啊，这有一个这个意思，difficult to understand，摸不到，抓不着啊。好，我们继续往下来看啊，上面这个词儿，这个是肯定讲过的吧？superfluous，过剩多余，flu 这个词根是跟流动流淌有关，超级无敌流，对不对？是跟流动流淌，咱们学过流感呢，bird flu，对不对？influence 影响你。对吧？也都是来自这个词根，嗯，把这几个词现在写下来。第一个单词，第一个单词啊，叫做 superfluous。第二个词 fluctuate。第三个 affluent。第四个 influx。下一个 flux。最后一个单词啊，下一个叫做 affluent 和 confluence。flu 这个词是跟流有关，就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对吧？这咕咚咕咚不停的流，流得非常的多。这就是一种过剩过多，它的名词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如果变成名词，你能认出来，叫 superfluity。这名词我写在旁边了，叫做 superfluity。
好，形容词在使用的时候呢，直接做这个定语啊，或做表语直接使用就可以了。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啊，你说这种过多的信息太多了啊，你就发现如果大家工作的同学啊，你会有这种感觉，比如我工作也是一样，这个微信呢必须得静音啊，把所有的群，要不然你这一天下来，你要不看手机，好几百条信息，你都不知道哪个群都在那说什么了，那这叫做 superfluous information。过多的信息太多了，修饰名词直接用就行了。哎，就直接用这个不再继续造完整句子了，制造一下。啊，反正我是把所有群全静音了。啊，反正要是有什么事找我就圈我就完了，要不然的话就确实不行。这一天不干别的，手机噌噌直响。啊，下一个啊叫 fluctuate，这个像我们就是统考了，像在46级啊、托福、雅思啊、专四、专八这所有的词汇书，把这个词都收进来了，考研。啊，它叫做 go up and down，go up and down，这英文解释能理解吧？go up and down，就是上下波动，上下波动这个数字啊，哎，比如说我造个句子啊，说the price of crude oil fluctuated between $50 and $60 per barrel。The price of crude oil fluctuated between $50 and $60 per barrel，啥意思？就是每桶原油的价格在50到60块钱之间波动，go up and down，叫流动嘛。所以你就想想，一个数字在流动，价格在流动，其实就是波动，就是波动这个概念啊，波动。大家还记得那个咱们刚刚背那个单词还记得吗？昨天那个例句咱们是不是也说了？温度一直在多少度徘徊，在什么之间叫 hover，还有印象吗？哎，盘旋这个词要忘了，它也表示要徘徊。咱们当时那个例句啊，语料当中给出了这个表达啊。好，这个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啊，旁边写上英文就是 rich。不要写汉语意思啊！刚刚来报名的同学我都说到了啊，咱们万词班是不需要记汉语意思的，因为讲义上都有啊，叫做 rich 啊，叫做 rich，富裕的 affluent，这是什么？加强流，对不对？就是咕咚咕咚流，富裕富饶，形容人的富裕或地区的富饶都行。哎，肥得流油，加强却不断去流，能流动的啊。咱们当年学过一篇文章，叫《富饶的西沙群岛》，小学时候学的，还有没有印象？上过小学没啊？叫 affluent 就是 rich 啊，就是 rich 这个单词啊。好，看下边下个词叫 influx，influx 这个在4级阅读当中、6级当中也出现过，但这是4、6级当中的一个带汉字的超纲词了，叫涌入、流入啊。这是往哪儿流？是往里流啊，意思非常直接，往里流嘛。当年那个文章里考到移民的涌入啊，the influx of immigrants，对不对？哎，全世界啊最难。移民的国家其实哪个国家？就中国，大家都知道，是吧？特别难移，没法移，它不是移民国家啊。The influx of immigrants，叫做不断往里流啊，不断往里流，叫涌入、注入。当然了，最难拿的护照就是中国护照啊。有一些美国人、外国人、欧洲人啊，你那天采访成龙的时候，成龙都说让房祖名办中国护照特别费劲。因为他生在美国嘛，80年代生在美国的美国人，后来到18岁的时候改国籍的时候非常难，就比美国护照还要难拿，看这几个啊，超级流是过剩，流动动词就是波动，流动就是波动，加强流啊这是富裕，往里流是涌入注入啊，一种思想啊人潮的这种涌入注入都行啊。好，下一个 flux 表示的意思叫做变化变迁，表示时代的变迁，其实就是流动时间的流逝。是这种感觉，叫做变迁，时代的这样的一种变化都行。比如说，造一个句子听一下，说 Our society is in a state of flux，叫做 a state of state 有什么意思？是不是叫状态啊？state 表示有状态的意思啊。对，就是说我们的社会 Our society is in a state of flux，就是我们的社会在不断的变化，不断的演变啊，用这个单词就行。叫做变化变迁，是不断的变，是不断的变的，好，看下边下一个单词，这是往哪儿流？ef 加辅音双引往哪儿流？是往外流，加油！你看半个小时又结束了，是吧？往外流，这叫做污水废水，污水废水叫做 effluent，这不一样啊，往外流出来的是废水 sewage，挺好啊，这加强流的是富裕啊，好，这个是流到了一起，非常直接，河流的汇合处，你看哪条河和哪条河在哪儿汇合？最后汇入大海，流到一起来，汇合处流出来废水，流动名词是变化，往里就是涌入，
动词是波动，超级是过剩，过剩，加油啊，不卡哈，啊，易烊千玺，昨天晚上我在天猫晚会看到你了，好，看下边啊，下一个单词啊，叫做 unduly 啊，unduly 表示的意思叫做过度的，挺好。你看昨天看人家易烊千玺，昨天刚参加完节目，今天就来上万词班，啊，你这才是真正的偶像，明白了吗？啊，该活动活动，该学习的时候就得学习啊。好，把这两个词写下来，unduly 过度的，比如说这副词可以修饰形容词啊，比如说 unduly optimistic 过度的乐观。对不对？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什么，就是 over 的感觉，over optimistic，过度乐观。其实你用这个词儿也行，unduly optimistic，明白这意思吧？哎，叫过度地啊，程度上的过多啊，undue 啊，unduly 啊。好，那看下面啊，表示过度的词还有谁？第一个 excessive，这个是考研当中非常高频的选项里的词汇啊。但这个反正我那时候讲考研阅读的时候，也发现里面有这词儿的选项基本都错了。绝大部分，那也别说100%，excessive 这样的选项一般错误概率比较多啊，叫做过度，也是强调过度的，过度的啊，过度的啊，过度的啊。好，我看一下边下一个词叫做 immoderate，这个咱们是不是之前也讲过？对不对？也表示什么意思？表示的意思叫做不适当，因为 moderate 表示适度、适当，对不对？moderate 它表示的意思叫做适度啊。适当的，适度的，适当的，那这个 unduly 呢？注意一下它的形容词，它是来自于形容词，叫做 undue 这个词，undue 本身表示的意思也叫做什么呢？叫做不适当的，不适度的，不适当的，不适度的，那它其实来自于谁？它是来自于 due 这个单词，due 这个词在以前有见过吗？当年大家可能学过叫做 due to 吧，是不是由于啊？大家是不是学过这个词？哎，但 due 本身表示的意思叫什么呢？叫做应得的、应付的，就应该的，应该这样，应有的、应得的。那什么叫过度？过度就是不应该这样，有点过了，明白这个意思吧？有到期的意思，对，也有这个意思啊。到期的或者叫做应得的、应付的、应该的啊。那 undue 呢，就是这事儿不应该这样，不应得啊，这个叫有点过了，不应该的啊，叫做过度啊，过了啊。把这三个放到一起啊，副词修饰形容词，那形容词就修饰名词就行了。undue 是它的形容词，形容词形式啊。这边呢，过度，这个叫不适度的，还是过度？immoderate drinking 就是过度的饮酒，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酗酒，能理解吧？哎，immoderate drinking 啊，用这个词儿就行啊。好，来把这几个词儿啊，看看例句，来一遍。说 I was immediately reminded of those cliches。Intangibles about Egypt，说立刻使我想起了关于埃及的那些什么的 cliché 叫陈腐的，对不对？陈词滥调、陈腐的一些模糊的东西。他用的是一个名词，看加了个 s，发现了吧？In cliché intangibles，那些关于埃及的一些陈旧的、古老的一些印象和模糊的印象就是难以触碰得到的。这个词能想起来吧？Intangible assets 好，下一个单词啊，叫做什么呢？叫做the Egyptian government，埃及政府 had made protesting，提出了反对，对吧？什么样的反对呢？叫做 too dangerous and superfluous an act，对于过于危险和多余的行为提出反对，多余的多余的好，最后一个单词叫做 unduly concerned，看这是不是副词修饰这个什么呀？过去分词了。似乎不应该没有被，似乎没有被过度过度关注，没有过度关注叫做 unduly，这副词其实用的还比较多。再强调 due 本身叫做应该应得，undue 呢表示否定，就是这事儿不应该，叫做过度了，过不应该这样，过度过度过多过度过多好，那这一次到这里不说，看下边下一组词，那第一个往下来看叫做 shaggy。到时候写一写叫做 Shaggy 知道这个 Shaggy 什么意思？你家里有养狗的吗？养宠物的有吗？那种很多粗毛的、很蓬乱的，那个叫做 Shaggy。Shaggy 养了7只猫家里哈，这个单词呢，要是通过词源解释它，也可以解释它为什么叫做很蓬松的，就是它其实还是跟谁是同源？跟那个 shake 那个单词，就是摇晃那个单词。
你看那个多粗毛的，一摇的是满脑袋卷儿，是吧？一摇就是那种叮儿，就是你看过成龙做那个广告吧？来回晃悠一脑袋毛，一走路的时候叮叮直晃，还是来自于 shake 这个单词。shake 这个单词呢，本身就翻译成叫什么呢？叫做那种长而粗的那种绒毛啊，粗毛或者叫做蓬乱的发型，这种发型都可以叫做 shaggy，shaggy。知道一下，它跟 shake 是同源的，来自于摇晃这个单词，就是咣，完一走路的时候，你看这东西来回晃悠，shake 的一个衍生，跟摇晃同源的啊，粗毛的蓬头乱发，像这种，咱们在宜家看过这种地毯吧，看过吧？毛很粗的啊，这个表达了解一下，它其实并不是一个我们考试当中常考的词汇，但是是生活当中要描述到它的时候要会说，描述到它的时候会说。这种发型或者是那种狗狗啊，fluffy 啊，还有就这种，对，跟它是同义词，对啊。好，我们继续往下来看啊，看下边下一组词，把这几个词下来啊，老高帽闹好靠啊，老高帽闹靠好，一组新近词。啊，这个动作就叫做 lull somebody to sleep，这是这个词最常用的短语，在新概念三册当中也有这个表达，lull somebody to sleep。我们在以前听歌的时候听过一个词儿吗？叫做 lullaby，听过吗？lullaby 叫做啥来着？是不是叫摇篮曲儿啊？家里有孩子的看听没听过？就是 lull a baby。对吧？你想一想，lullaby baby lullaby，就是使婴儿入睡的时候，那你哄老太太入睡，老太太不用你哄啊，一闭眼就睡着了，对吧？大学生更不用你哄啊，不闭眼睛，睁眼睛就能睡着。小朋友就得哄一哄，唱唱歌，一条大河是吧？就得唱一唱啊，叫做这个后面就是想成 baby 啊，lullaby baby 啊，哄婴儿唱的摇篮曲、催眠曲啊，摇篮曲、催眠曲啊。那这个单词呢？刚才这个短语叫什么？叫做哄某人入睡。哄某人入睡，不要睡觉啊！好，那这个单词看看下面，这是一组形近词了。第二个呢，叫一会儿说怎么记啊，先把这个意思过一遍。Gull 呢，表示的是海鸥，这个本身是源于这个拟声词，是海鸥的叫声，就是 g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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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ll。去海边的时候，你回忆那个海鸟海鸥的叫声，gull gull 啊，叫做海鸥。第二个呢，可以引申为什么呢？可以引申为我们说叫做轻信的人，容易上当的人，你想一想，那个 gull 啊，海鸥是纯洁的象征。如果一个人特别的纯洁，内心很单纯啊，这个人怎么的，叫做容易上当，叫做容易上当的人啊，容易上当的人叫做 gull。考试当中考这个后边它的一个衍生 gullible 呢，就是能够容易上当，是因为一个人嘛，叫做什么呢？叫做轻信的，容易上当的。读一读啊，gullible 啊。Gullible，轻信的，容易上当的。后面这是它的名词，这个在专四的四选一里啊，比如托福、雅思这个词也都收进来了。Gullibility，读一读，Gullibility 就是我们说傻了吧唧的，其中一个人，你看 Gullibility，傻了吧唧的，Gullibility 是吧？傻了吧唧的啊，就一个人，那他妈傻呢？他说啥你就信啥呀？你这缺心眼儿，对吧？你看咱们那个宿舍的时候，好姐妹一回去说，哎，今天有个男生追我，还管我要了微信，是吧？Gullibility。傻，那轻信，他要微信，他不是这意思，是吧？知道，轻信容易上当，傻了吧唧啊！下一个单词啊，叫做要读出那词的感觉，就 gullibility 是吧？傻了吧唧的啊，叫轻信啊。下一个词叫做 mull 表示的意思叫做沉思，这是一个不及物动词，后面要接谁呢？接 over mull over something 啊。这个词呢，词源是源于谁？它是源于那个缪斯女神啊，就是掌管娱乐的。对吧？九位女神，咱们以前学过最简单的娱乐就是 music，音乐呀，有趣儿，amusing，对不对？amusing，还有 music museum 都是来自它啊，都是来自于它啊。那第二个呢，也是为什么？因为缪斯表示灵感嘛，需要你沉思的名词表示灵感或沉思。但这个你要觉得不好记，就通过一个联想，你看他通过啦啦啦去记，给孩子唱歌的时候就是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唱歌的小行家，是吧？叫啦啦啦是要睡觉。咕是想成咕咕咕，咕咕叫的是海鸥，啦啦啦是要睡觉，
木讷的是在思考，一个人上课使眼儿了，在那思考呢，很木讷，呆若木鸡，是吧？木讷的是在思考，下面前面是 no 就无效，前面是 no 啊，无效的。再说一遍啊，咕咕叫的是海鸥，啦啦啦是要睡觉，木讷的是在思考，前面是 no 就无效啊。How 是表示什么呢？表示的意思叫做船身硬壳。我们在以前学过最简单的词，跟它同源的就是它，就是 shell。你看过 shell 就跟它同源。How shell？你看一个是我们说果实的食品的硬壳，外面的那个硬壳，或者叫船身，也用这个词，船体啊。这个在留学考试当中是有考过的啊。你要觉得不好记，你还是可以通过谁记？它跟 house 也是一家的 house 开头是硬壳。船身嘛，是船的家啊。好，最后一个词 cow 是表示屠宰，屠宰还记得英英释义？来看一下，记不记得 slaughter 笑死了？记得这个单词吗？笑死了，屠宰啊，或者叫精选。这个你可以想成 cut，砍掉是表示屠宰啊，砍掉是表示屠宰啊。好，来一遍啊，第一个叫做咕咕叫的是海鸥，海鸥表示纯洁的人，想一想就是容易上当的人，这么翻啊，容易上当轻信的人。那 gullible 就是轻信的，这是重点。它衍生的形容词重点啊，gullibility，轻信，容易上当，轻信容易上当啊。那咕咕叫的是还有啦啦啦是要睡觉啊，木讷的是在思考，它来自于词源，我也给你讲了，是缪斯过来的啊，也来自灵感那个词啊，思考沉思，它是来自于 no 前面是 no 就无效，how 啊 house 开头是硬壳，砍掉是表示屠宰，屠宰啊。好了，来把这几个词啊跟老师过一下啊，第一个。叫做 shaggy dogs 啊，形容词就直接给出来了啊，毛茸茸。刚才那个我们说，露琪也写出来了啊，fluffy 也是，表示什么意思？我们叫做那种毛茸茸、蓬松啊，你用这词儿也行，一样的啊，你可以写它的旁边啊，也叫做蓬松的、毛茸茸的，都可以用这个单词，它俩是同义词啊，这俩同义词啊。好，看下边啊，下一个呢叫做 "Love me to sleep"，这怎么理解？刚才就说了它的一个用法了，刚才已经说了它的用法了，叫做 "Love somebody to sleep"，叫做哄某人入睡，叫做哄某人入睡，啊，哄某人入睡，来知道一下啊，哄某人入睡，啦啦啦啊，lullaby 叫做摇篮曲，by 就想成 baby，lullaby 啊。好，看一下边儿，对，大学生不用哄，大学生一直处于常年缺觉的状态啊，是吧？把刚刚这40分钟的这几个词儿啊过一遍，看这几个能不能想起来。地震的震，肩膀是不寒而栗，不寒而栗啊，冷战打了一个哆嗦啊，颤抖颤抖，连续性的抖动哆嗦，轻微的抖动，轻微的抖动。好，这边纯净化，对吧？提纯纯净化啊，加强使变得纯净，使这个文章使这个段落变得纯净，叫做expurgate the passage，as expurgate the paragraph，删除这个段落，删除一些不好的东西啊，删除一些信息，用它都行，及物动词啊。下一个词叫做 purgative 和 purge，这俩放到一起，一个动词是通便，这叫通便的药，叫泻药，通便泻药。purge 读放到一起读 purge purgative，purge purgative。那第二个呢？通便还要表示什么呢？叫做肃清、净化、净化灵魂、肃清、净化啊。最后一个单词叫清洗你的地点，叫做炼狱啊，或者翻译成叫做受折磨的地方、受折磨的这样的一些地方啊。blur 呢，脑子里想谁？和 clear 相反，clear 清楚，这是使模糊不清啊。老同学们要注意一下，什么叫做使模糊？什么叫 blur？就是我们说弄花了，就这种感觉，就是。比如说你这手上有泥，然后一把把这画给弄模糊了、弄脏了，你就叫 blur the picture，能理解吧？或把这个记号给弄模糊了，看不清这数字是几呀，都给弄花了，这叫 blur。我讲清楚了吗？明白了吗？它和 dirty 的有点差别啊。dirty 是能看清，就是埋汰了、脏了，但是 blur 强调就是有点看不清楚的这种脏啊，这个叫做 blur the sign 啊，blur the number，把这个数字给弄模糊了，就用这个词哈。好，相机有它啊。Pouch 脑子里 pocket 和 poke 它俩都同源的，小袋儿和囊，化妆包的就它啊，sex 麻袋啊，麻袋袋啊，tangible 脑子里想谁？想弹劲的，口弹劲的，对吧？正切的切，切啊，切上了相交，接触跟接触有关，就是能接触和不能接触，对吧？可触摸，不可触摸，摸不到的啊，或者翻译成叫做有形的、无形的，能摸得到就是有形，摸不到无形，反复摸就纠缠，这叫做
卷入纠缠 ，entangled in，be entangled in 啊 ，be entangled in。最后一个单词呢是来自手掌，能用手掌摸得到，感触到，感触不到 ，palpable，palpable，palm 过来的啊。好，这组词跟什么有关呢？跟流动有关，超级流叫做过剩多余啊 ，superfluous information，superfluous words 啊，太多多余的话，这都是啊。下一个词叫做 fluctuate， 流动就是动词叫波动，加强流是 rage。Infl 往里流是涌入注入啊，你看昨天商场一开门，大家一下就挤进商场，是吧？涌入人潮的移民的涌入，变化变迁 ，a state of flux， 变化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一直在变化 ，in a state of flux， 对不对？社会在不断的变化，所以还是咱们得与时俱进才行啊。流出来的是废水污水，流到一起是汇合处，河流的汇合处 ，unduly 啊，就是我们说 over， 简单一点来解释它就是 over， 听懂吗？就是过了。啊，不应该的，不应该这样的，有点过了啊，过度的 ，immoderate 还是啊，不适度啊，不适度啊。好，我们继续往下来看啊，看下边下一组词，这个词记得的请打一，上节课的词儿，看红字儿记不记得？红字儿记不记得？我说 shred 嘛，是来自 short 短这个词啊，对吧？能变成很短很短的，叫碎片细条。然后呢，这个叫什么呢？就是用布条把什么东西缠起来，叫做寿衣和裹尸布。遮蔽，想起来了吗？寿衣裹尸布叫 shroud， 动词叫 enshroud， 遮蔽裹起来啊、嗯，遮蔽裹起来，别忘了啊，挺好、哎、大部分还是记得的，非常棒，没记得的东西加油了啊。那表示跟碎片相关，咱们说两个，一个常见叫 fragment， 对不对啊 ？fragment 表示的意思叫做东西的啊碎片、残片啊，东西的碎片、残片啊。还有一个叫什么呢？叫做 scrap 啊 ，scrap 这个单词呢也表示叫什么呢？叫做啊，碎片或者是残余物，一般强调也还是这种小块的感觉。比如说一小块纸，一小片，你可以叫做 a scrap of paper， 一小片什么什么东西，你用这个词就行。一小片啊，比如说 scraps of information， 就是我们说一小片很多碎片的信息，其实就是这种零星的消息，对吧？一丁点，一小片，很少的，啊，一小片的，很少的啊，会用这个单词，啊。因为它作为动词来讲有什么意思？它动作为动词表示报废的意思，把一东西报废了，所有的都打碎了啊。第一个啊 ，shred， 忘了，再来一遍啊。办公室里面用的叫 shredder， 碎纸机就是这个词儿，对不对？哎，用的就是这个单词啊，碎纸机啊，用的就是这个单词啊，用的就是它啊。好，我们啊看下边啊，下一组词，来第一个啊。叫做 wax， 这个东西能看懂吗？蜡啊，跟上啊，蜡啊，碎片时间可以叫 fragments of time 啊，你可以用这个表达啊 ，fragments of time， 啊，一般 fragment 可能就多一些啊，或 fragmented time 也行啊。好，把这几个词写一写啊，第一个叫做 wax wane 啊，蜡啊，或者表示月满增加。我们当年在初中的时候背过一句话，叫 "The moon will wax and the moon will wane"、the moon will wax and the moon will wane"， 就是我们常说月亮会变满，并且月亮也会怎么的，也会越亏，就是我们常说的叫做"月有阴晴圆缺"。月有阴晴圆缺，听过吧？叫做满和缺，这俩你放到一块儿啊，那哪一个是越亏呢？哪个是月亏呢？就是弯弯，通过弯去记啊。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月亮变弯就是月亏。但考试当中看啊，像雅思当中啊、专四当这词也都熟悉了，就是减弱，因为月亮变弯了嘛，是少了，听懂了吗？所以这个叫做减弱，叫做 wane 啊。这个减弱这个词要比月满增加这个要考的要多啊。其实我们说 decrease 啊，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说他的热情。啊，迅速冷却下来，热情迅速就减下来了。你叫什么？叫做 his passion 怎么的 ？Was waning rapidly. His passion 学过吧？热情 was waning rapidly. 他的热情啊，正在迅速的冷却，对不对？哎，正在迅速的冷却下来啊，弯弯变弯了啊。那前面 wax 正好相反，越满或增强啊。但第二个还有一个就是，看这个怎么表达，会说了吧？咱们去什么这个？无印良品啊，对不对？哎，你还是去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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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品礼品店什么的呀，这都用这个单词
candle wax，candle wax 啊，用这个啊，就是这种蜡烛蜂蜡啊。好，那表示增加的词，咱们来看一看，有这样几个。第一个，无印良品怎么上热搜了？什么时候上热搜了？没看见？为啥上热搜了啊？来，第一个啊，叫做 augment，特别重要，所有考试的通考词，叫做 augment 啊。augment 这个单词它长得好奇呀，很像谁呀？它是不是很像这个单词？大家看看这个词儿，反应过来没？叫做 argument。今天在讲第62页。62页，后进教师的同学啊，哎，它跟争论这个词很像，所以建议这个同学们呢，就通过行进词去记比较好记。你就通过行进词去记，两个人总有争论，你这样想一想啊，增加争吵。谈恋爱的时候，刚开始男生都不说什么，时间久了，两个人增加争吵，争吵频率越来越多，越来越多。augment argument，所以考试的时候一定要看清啊，说的是哪一个。女同学要记住这个表达，叫 breast augmentation。Breast augmentation，就是 augmentation 是它的名词了，是它的另外一个名词形式，增加的名词。哎，就是胸部的增加，就是我们常说的隆胸俩字儿，对不对？哎，常说的俩字儿隆胸。如果对自己身材不满意的，要去整形医院，又会说 breast augmentation 啊，你可以用这个词儿，增加争吵，建议通过争论争吵去记啊，争论争吵去记啊。好，看下边啊。反正我身边有朋友，就是女性朋友，她们就做这些什么隆胸、提臀、瘦腰、什么瘦脸、有隆鼻、丰嘴、丰嘴唇子啥的啊，完全没有必要。你走马路上谁看你？对吧？就是在你没成名之前，千万别把自己当腕儿啊！就我高中同学，反正就有那时候同学聚会，就一看的就是这是当年的谁谁谁。我说啊，他当年也不长这样啊，然后非常自豪的也在那儿说，反正。但是反正有钱啊，也都没所谓。只要有钱啊，有钱就是任性啊。一般说，咱们以后也是在座同学不要去做这种什么所谓的整形手术，没必要。除非人有缺陷，那整一整啊。比如说我天生这嘴张不开，那你就整一整，中间拉个缝儿啊。说一眼大一眼小，看能不能给救一下，让它平均一下。这我觉得整一整没毛病啊。如果都正常的话，用不着整啊。正常的话没必要整啊，对吧？你看刘雯，对吧？那些那个。维密的模特也不是个个的都很丰满，是吧？augmentation 啊，叫做增加、增强。反正我觉得就自然美挺好的，就活出自我是最好的啊。下一个单词叫做 accretion，这个单词我当年讲过它的动词，还记得吗？叫做 accrue，一个单眼皮一个双眼皮怎么办？那在那个单眼皮上买一个假的贴上就完了呗，贴个那个什么，剪个塑料膜往上一粘，不就那啥了吗？不就俩全双了吗？不就，对吧？来看一下这个 accrue，还记得吧？accrue，还记得这个单词了吧？叫做自然的增加，有印象吗？自然的增加啊，当时咱们说了，不断的去，忘记了再讲一遍，创造这个词，是不是要通过创造去记啊？不断去创造，不断创造是要积累增加，还是增加啊？今天讲三个增加啊，除了 wax，第一个月满是增加，第二个增加争吵，增加争吵，重复，一定要重复这句话。就跟那个争论长得最像，那个就是增加，就完全等于 increase。啊，最后一个单词啊，增加或者叫做夸大，还有这个意思。啊，它为什么叫做夸大？它来自谁？是不是来自中间那个词啊，叫 grand 呀？grand 这个咱们在高中就背过吧？这表示的意思叫做什么呀？宏伟豪华呀，宏伟的豪华的 grand 啊，表示这种很宏伟的、巨大的、盛大都行，加强变得大。盛大吗？加强变大啊，这叫做增加或夸大啊。aggrandize accretion 不断去创造积累啊，增加争吵。月亮变弯是减弱啊，另外变满是增加增强啊。好，继续往下来看啊，看下边下一组词了。第一个叫做 tenuous，读一读啊，tenuous，动手写啊。tenuous 这个词比较难啊，不太好记啊，实话。看，叫 tenuous link，其实这种很微弱的联系，对吧？或者叫 tenuous evidence proof，这是什么样的证据？什么叫这个证据有点薄？这个怎么理解？就是你抓它呀，这证据还有点薄，哎，就是有点不足。
细的、薄的，简单一点的词来解释它，大家看一下这个 tan 其实就是 thin 的变形。你要看词根字典，它解释就来自它，能看出它到它怎么变的吗？它确实差的有点远，但是符合老师讲的规律，是完全符合老师讲的，就那五条规律嘛，常用的就那五条规律。这个 h 脱落了嘛，i 和 e 是一样的。这个 tanning 就是 thin，其实就是 thin 这个单词，就是薄，就是薄这个单词，就是 thin 啊。好，我造一个句子来，写的同学啊，再听一下啊，看一下 tenure TNU 了，这是啊，造一个句说，The air 10 miles above the earth is very tenuous，能听懂这句话吧？The air 10 miles above the earth is very tenuous，我能说清楚吗？The air 10 miles above the earth is very tenuous，is very thin，哎，就这个意思啊，就是地面10英里以上的空气非常的稀薄。是吧？哎，10英里以上空气啊，这个非常的稀薄啊，用它就行啊。那 tenuity 看这个词啊，这个就是什么呢？我们所说的名词，稀薄或东西的稀薄不足啊。tenuity，所以你想想，10英里以上的空气稀薄的啊。那下面这两个词都是动词，它俩其实这两个前缀都是表加强，你看加强使变薄，看到吗？所以这个叫什么呢？叫做变薄或者叫做减轻减弱。咱们说使这东西变薄一点，其实就是指程度上的。减弱、减轻，叫做 attenuate，叫做 attenuate，比如说减轻病毒的危害，减轻病毒危害，你可以叫什么？叫做 attenuate the effects of virus，及物动词。再说一遍这个短语啊，叫做 attenuate the effects of virus。virus 听过这个词吗？病毒这个词，哎，叫做 attenuate，减轻。就是 weaken 啊，我写一个简单的同义词来，这个词能理解吧？叫 weaken，这能理解吧？Attenuate the effects of the virus 啊，减轻病毒的危害啊，就是 weaken，就是弱，变弱了啊，程度上的变弱啊，那就变薄嘛。下一个单词呢，extenuate 这个强调是罪行上的什么呢？减轻。这个 ex 在此处其实还是表示一个什么呢？表示一个加强啊，叫做减轻罪行啊，减轻罪行，好了啊，把这三个词大家看一下怎么去记啊，我再串一遍啊，它们仨都是一个意思。注意这组词看怎么去记啊，再强化一下啊，这三个词都是一个意思，这个词根底下就这么三个词儿，就是 tenue。你看，薄的使变薄，使罪行变薄。再说一遍，看薄的使变薄嘛，使这个效果变薄一点，别太厚，效果变薄就是效果减轻一些，使变薄嘛，这个叫做使罪行变薄，就是减轻罪行。减轻这个 ex 也是加强啊，这两个做一个区别。你想从这里边出来了，最里边出来了啊，再减轻啊，tenuous、tenuity、extenuate 和 attenuate，不好记的一组词啊，不好记的一组词啊。所以我说也说你可以写一个短语，对不对？强化一下，或一会儿咱们可以通过例句再看一下啊。好，那么看一下啊，这个例句当中这几个表达，第一个。So after a few hours, the bag will be shredded mess. 几个小时后，这个袋子就会被撕成碎片，对吧？乱成一团，叫做 shred。脑子里想谁？shred 来自于 short，变短了，东西都是一节一节很短的，叫做撕成细条，撕碎都行。但它这个碎强调是这种条状的碎片。刚才说了啊，fragment 和 scrap 都是啊。然后第二个叫做 wax，叫做蜡，这个知道一下啊。还有第二个意思表示增加。当你看到 wax and wane，把这个短语写在旁边，就是我们常说的叫做兴衰成败。wax and wane，这个知道一下啊，就是我们常说的叫做兴衰成败的感觉。其实胜败兵家常事，国家社会也是一样啊。兴衰成败啊，我们可以用到这个表达。wax and wane，因为原来中国在那个唐朝那个时候，对吧？很早以前的时候，这是最兴盛的时代。后来呢，这个就转到了谁？转到了欧洲，看是不是？就文艺复兴嘛，对不对？然后呢，工业革命在欧洲，然后转到了美国，对吧？哎，美国的崛起，后来转到日本，然后现在又回来了。这就是都有兴衰，不能老。不能可一个人使劲量，现在就是非洲没轮上啊，非洲就是直接给越过去了，但其他基本上别的地儿都撞过一遍了，
这就是兴衰成败，用这个词叫做 wax and wane 啊，用它啊。好，最后一个单词啊，叫做 tenuous 啊，tenuous 表示的意思叫做微不足道、很薄的啊，微不足道啊，很薄的啊，薄的啊。美国啥时候凉？我们有生之年肯定是够呛了。我觉得美国这种超级大国，我觉得50年内不会倒，呵呵，我是这么说觉得啊，50年内肯定没问题。好，这组词啊，这组词比较多啊，咱们先说一部分啊，来动手写一下。那咱们可能看过一些电影，像后天那种灾难啊，灾难片儿。第一个叫 catastrophe，动手写一写啊，catastrophe。灾难这个词写的比较多啊，astro 这个第一个词根，你看在这儿，哦，astro 知道一下啊，catastrophe astrology，astronomical，然后在下边，stell interstellar 这个 stell 也就是 star，这来自拉丁词根，一个希腊词根，一个来自拉丁词根，那词源不一样，但表示的意思都是一样的，都是跟星星有关啊，都是跟星星有关啊。Constellation Stellar，好，这篇写完啊，左边写完就停笔打一下一，左边写完啊就打一下一啊，先右边也不要着急写啊，一会儿咱们休息回来咱们再讲右边的啊，先讲左边的啊。好，首先这个单词呢，为什么灾难啊？灾难我们学过最简单的一个词啊，如果有过四级基础的同学应该会背过这个词儿，背过这个单词吗？叫 disaster，看这词儿有见过吗？没过四级的没关系，你把它写上，哎。叫 disaster，这个 astro 其实就是表示星星的意思。你看 stro，看 stro 嘛，就是 star，r 和 r，r，ar 不都发这一个音吗？它就是跟星星有关。dis 叫什么呢？没有一个星星，就是咱们说今天晚上大家现在看窗外，如果没有星星，明天早上起来那不用看日出了，没日出，就是没有一个星星啊，就是想想不祥之兆，叫做灾难降临。没有星星叫灾难降临，叫灾难的意思。啊，灾难啊！而这里面这个单词呢，cat 这个前缀，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意，它表示的意思叫做 down，叫向下，叫向下。那 astro 呢，就表示什么呢？你看这元音重合了，所以降级了，去掉了一个元音，看到吗？astro 表示的意思就是星星，星星坠落。而后边这个 phe 呢，它影射的是谁呢？看这三部分造成 catastrophe，phe 影射的是现象那个单词，叫做 phenomenon，写不下了啊。欧文拐下来了啊，phenomenon 就是星星坠落的现象。那咱们如果要看到一颗什么星星啊坠落到地球上，那就完了，人类就灭绝了。当年是吧？什么什么行星啊撞到地球上了，恐龙灭绝了，这个撞到地球，那个灭绝了，是吧？这叫做星星坠落的现象，这个就叫做灾难。读一下 catastrophe，catastrophe，它的形容词呢 catastrophic，ic 结尾，e 去掉加 ic。灾难性的啊，灾难性的 catastrophic 啊，好，这个词不讲了啊，记住啊，这个还是非常高频的啊，从6级开始以上的词考试全都考过啊。下一个叫做 astrology，研究星星的学科，所以叫占星术。看到 ology 不就是学科吗？研究什么什么学科的，研究星星的叫占星术。想一想啊，是不是一看这星象或怎么回事是吧？哎，这是留学里面考过的词啊。下一个叫做 astronomical 啊，这是来自于天文学呀，astronomy 呀。Astronomy 这个要知道一下啊，还是跟星星有关，叫天文学。天文学叫 astronomy。那我要说的这个形容词呢，是考试当中有考的考点的一个位置，就考的是数字的大，叫天文学的。那第二个意思叫做天文数字的啊，astronomical amount of money，一笔天文数字的一笔钱，那就是一笔巨款啊。想想多少钱对于你来说是天文数字？有同学可能说3位数对于自己已经是天文数字了，有同学可能得是6位数。对吧？天文数字的 astronomical 啊，astronomical，天文学，天文数字的。你看咱们班同学这100、1000，我不管你借钱啊，别老这么低调啊，一个个都开玛莎拉蒂、保时捷啥的，是吧？不用这么低调啊，咱们不借钱啊。第一个，星星坠落的现象，灾难。研究星星的学科，占星术，这是天文学的衍生啊，叫天文数字的。啊，那表示星星的词根呢，还有一个叫做 stell，就是 star 啊。第一个星际间的，星际的，这个咱们在看电影的时候看过吧？叫做 interstellar，interstellar，
星际间的，inter 要之间嘛，星和星之间的啊。第二个 constellation，星星在一起，这小星星，这小星星，对吧？组合在一起，这叫什么？叫星座。简单一点的翻译可以叫做 sign，比如 What's your sign？你们什么星座的？What's your sign？对吧？这你得知道，比如跟外国人聊到星座的问题，对吧？哎，你别到时候来了一句，憋了半天来一句，我属鸡的，那就完了。啊，我属狗的，我属猪的，那完了。啊，星座和属相是不一样啊，对吧？叫做星星在一起组成的叫星座。自己回去查一查自己的星座怎么说啊，至少你自己得知道啊，和你另一半的你大概知道了解了解啊。最后一个叫 stella，stella 就是星星的嘛，叫星球的。还有第二个叫杰出的，因为它是一颗星星啊，这人了不起杰出，stella。啊，Stella，啊，好了啊，把这个词儿过一遍，咱们休息啊。第一个叫星星掉下来是灾难，占星术、天文学、天文数字、星星之间、星际间的星座和杰出星星。好，我们上一个厕所，咱们休息一下，休息几分钟啊。好，刚刚大家听到的一首歌是来自于腾格尔的《钢铁的翅膀》。那感谢收听。那我们在一段广告时间之后，那继续我们的课程。看下边啊，下一组啊，来，刚刚讲到灾难的词啊，看一看啊，灾难的词之后，那我们来看同义词啊，同义词第一个写下来，scourge。
第二个 disaster，这个 disaster 是最简单的灾难了啊。下一个 calamity、ban 言、cataclysm 啊。好，我们一个一个说啊，这个词儿不再讲了，讲过了已经啊。下一个单词啊，叫做什么呢？叫做 calamity。calamity 这个词也是啊，是所有考试的通考词，所有考试通考词。这个单词大家可以通过一个联想记忆，什么叫灾难？看开头和结尾是哪个词，叫 city，城市中间加了一个谁？城市中间拉响了警报。大家有学过这个词吗？叫做 alarm，有听过这个单词吗？叫 city alarm，calamity，calarm，calamity，啊，城市中间拉响警报，这叫灾难来临。通过 alarm 去记，但没有 r，写的时候别写错了就行啊。calamity 啊，下一个单词叫做 ban，叫做祸根或者灾难，它一般都强调的是啊，the origin of disaster，the beginning of disaster，就是作为灾祸的根源。啊，灾祸的起源，祸根灾祸，这大家可以通过谐音记，就是背，太背了，背哦，最近太背了，啊，点子特别背的，啊，遇到了一些灾祸祸根，啊，叫做背音，点儿背，哎，大家能南方同学能听懂什么意思吧？我不知道这个在普通话里怎么讲，就点儿背啊，霍乱之源，太背了啊。好，看下边啊，下一个啊，叫做 cataclysm，刚才给大家其实讲到了啊，cat 作为前缀来讲，一个什么意思来的？向下，对吧？就是 down 这个意思啊。它第二层含义标注一下，也可以表什么叫做 fully，就是完全。第一层意思表示 down 向下，第二层意思表示 fully 就是完全啊。中间这个 lease 呢，它其实影射是哪个词？跟它是同源，叫 release。release 叫什么意思？看中间的 lease 啊，它影射 release 这个单词，就释放这个单词，就是完全释放能量。像当地球在释放能量的时候，就出现了什么？什么山洪啊、地震呐、啊、海啸啊。这样的一些事情啊，叫完全释放 （cataclysm），大灾难。但一般它多指什么比较多？多指大洪水、大灾难或大洪水比较多。我之前讲了一个词，大洪水，还记得它吗？往下流，流下来的 （deluge），冲下来了 （deluge）。有多少人能想起来啊？deluge cataclysm，背特别背的是祸根啊，城市中间拉响警报啊，disaster 灾难。还有一个单词，这个词也比较难一点，叫 scourge。啊，scourge 表示的意思也叫做祸根，或者我们叫做灾难的意思，祸根或者是灾难啊。这个词呢，你要看这个词源字典，它解释它是来自于谁？它是来自于这个词，就是 source，是来自于谁啊？叫做起源。哎，它是跟那个起源这个词同源的，source 是同源的啊，所以叫做灾祸的根源也叫祸源，死过去的。你这样想也行啊，scourge 啊。好，看下边啊，下一组词。这几个词来看一下，第一个叫做 humid 啊，humid exhume inhume 啊，posthumous 还有下一个叫什么呢？叫做humanitarian 啊。这个 hum 这个词根呢，本身是表示跟土地有关，跟泥土、土地有关。咱们当年中学老师也讲过，是吧？这个上帝啊，造人，对吧？女娲造人都是用什么造出来的？是泥土。对不对？你想一想啊，都是泥土啊，泥土造出来的。咱们学过最简单的单词就是 human，是跟人有关，对不对？泥巴，哎，是跟泥巴有关。所以你先记这两个单词就好记一点。你看，一个是从泥巴里出来，一个是进到泥巴里，所以一个叫做埋葬，一个叫做挖掘，这两个放到一起啊，一个叫做埋葬啊，一个叫做挖掘。啊，埋葬和挖掘啊，好，前面这个单词啊，怪不得一洗澡就有泥，对，你可以这么理解啊，因为人都是泥巴做的啊。上面这个 humid 的表呢，叫做潮湿的，因为人呢什么特点？是不是水做的呀？大家看着这里面这个特点吗？humid air，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说，哎呦，这个在海边的床、海边的房子，有没有咱们说在长江边上的宿舍在江边上，这背都是湿的，对吧？人都是水做的，这叫潮湿的。叫做 humid，气候很潮湿，用它啊。我们进到室内说什么湿度啊，humidity，humidity 啊，就是潮湿，湿的，在土里，在土外，埋葬挖掘。这个 post 作为前缀来讲，它表示什么呢？表示之后。这个前缀大家知道吧？咱们说，比如说叫做学士完了之后，硕士 post graduate，听过吧？graduate 毕业生嘛，然后叫 post graduate，或者我们叫做博士后，对不对？Post doctor 都是这个词儿啊，所以这个叫什么？叫做入土之后，叫做死后的啊，叫做死后的啊，或者翻译成叫做死后出版的，都是这词儿。
我们在生活当中也经常会听到什么死后出版的作品叫 posthumous publication，这能理解吧？posthumous publication，这就知道死后出版的啊，或死后追加了一个什么奖项啊，posthumous award 都行，就活的时候不给啊，死了之后给你啊，给你啊，死后出版啊，用的就是这个词啊，入土之后。好，最后一个单词叫人道主义啊，这就比较直接，咱们之前提过。Tarian 来测试大家，你还记得它吗？叫做 totalitarian，还能想到这词儿什么意思吗？total 叫所有的、总的，所有的东西、总的东西，这样的一种主义，这叫什么？所有的东西都在一起的，叫做什么？哎，极权主义。因为咱们之前说了啊，极权主义没忘吧？是在我们班说的不？啊，没讲过啊？那抱歉，那我记错班了啊，对不起啊，啊，记错班级了啊。Tarian 这个后缀大家了解一下啊，它表示的意思也叫做啊什么什么主义啊什么什么主义的，或叫什么什么主义者。抱歉，那我记错班了啊，什么什么主义者，所以这叫人道主义者，对不对？哎，人道主义者，人道主义啊。那比如说，你看这个单词叫做 egalitarian，egalitarian 叫做平等主义，能理解这个词吧？能看懂吗？来看这个单词，它这个前面影射的谁？它为什么叫平等主义？自己能猜出来不？你看这个词的前面就是影射的谁啊？equal，哎，它影射的就是我们所说这个啊，equal 这个单词啊，影射的是 equal 这个单词啊，平等主义、人道主义啊。好了，那把这几个词跟老师过一遍得了。第一个叫做潮湿，看一看啊，这是挖掘埋葬死后，这是人道啊，人道主义啊。那经验主义是 empiricism，跟这个它不一样啊。empiricism，咱们学过那个 experiment 学过吧？经验主义是它啊。empiricism 对，这么写啊，对吧？经验主义是这词儿啊，它不是用那个 Tarian 造的啊，它有的时候还会用 SISM 去造词嘛，它造的不一样啊。好，看下边啊，下一个单词，来动手写一下，叫 bleak。看这个图片的这种感觉，就是荒凉阴冷。啊，通过谁去记呢？通过 black 去记，就是黑色，没有血色，黑黢黢的感觉。来，动手写下来。第一个啊，叫做 bleak。下边今天再讲一个字母组合，就是 BL 开头的很多单音节词汇。BL 开头的单音节词汇啊，可能很多都是跟色彩有关。我们在以前学过，比如说蓝色呀、黑色呀，还有血液、流血，blood、bleed，这不是红的吗？蓝的，对吧？BL 开头的很多词可能都是跟色彩相关啊，可能会跟颜色、色彩，特别是单音节的一些词啊，跟它有一些关系。写完了吗？这几个词儿，写完同学读一读，等会儿慢的啊。bleak、bleach、blanch、blur、blunt，还有 blunder、blunder。它们的特点就是几乎都是单音，除了最后一个，其他基本都是单音节词啊。好，第一个单词就通过谁去记？为什么叫做阴冷？就是 black，黑的嘛。没有什么，你看这图片也是很黑，这种感觉，还有令人沮丧，形容人的心情就是很沮丧，啊，就感觉自己前途一片黑暗，对不对？单音节就是一个元音在里面的，一个单元音在里面的，啊，叫 bleak，通过 black 去记啊，黑色的就是阴冷的，这样的荒芜的村庄，这样翻都行，bleak 啊。第二个形容人心情就是沮丧啊，形容人心情就是沮丧的啊。好，下一个单词叫 bleach 和 blanch，这俩放到一起去记。第一个叫做漂白啊，第二个就是我们叫使变白。咱们学厨师专业的啊，学厨师的啊，它还表示焯一下，是不是焯一下吧？就是那青菜被热水先煮一下，过一下水，这个动作就叫什么呢？叫做 blanch，明白了？叫做 blanch 啊，是变白和漂白啊。那这两个单词都通过谁去记呢？还是跟白有关？你大家通过它去记，学过这个词吗？说 fill the blank with the words below，有印象吗？有印象吗？这个单词叫做 fill the blank with the words below，要用下面这词儿把这空给我填上。哎，用这个 blank 叫空白嘛，也就是元音变上，所以跟白相关。看空白处，这是使变白，bleach 叫漂白，漂白变白啊。好啊，我妈说的抄一下就是这个，是的，妈妈说的没有错。听妈妈的话，词汇量很大，是吧？听妈妈说话，这词儿早就认识了啊。好，看下一个单词啊，叫做 blunder 啊，
blunder 和 blonde 这两个放到一起去记，它通过谁去记呢？它通过 blind。blind 叫什么意思？告诉老师，blind 叫什么意思来着？叫做盲人、瞎子。瞎子什么特点？是不是眼前一片漆黑呀、啊？眼前一片黑啊，眼前一片黑的啊，所以元音发生变形啊。瞎子第一个看叫做迟钝，t 的这是一样的，看到了吗？啊，就是很迟钝，瞎子肯定反应慢嘛，因为他看不见呢。啊，你不要联想成什么金庸小说里的飞天蝙蝠柯镇恶是吧？那瞎子比正常人还灵敏呢，那仅仅存在于小说当中，现实生活当中你看不见就是反应慢。啊，你千万不要想到什么金庸小说当中那些看不见的都是武林高手啊，叫做 blunt，blind，啊，叫做是迟钝、变钝啊。第二还表示东西啊，是刀变钝啊，也用这个词啊，是钝、迟钝、变钝都行啊。好，下一个呢，blunder 叫做蹒跚，还是瞎子反复的一个动作，走路嘛，走路什么特点？你看不敢快走，蹒跚，blind 加 er。第二个叫做 a big mistake。就是我们所说叫大错误，犯大错啊。第一个叫做 blunt blunder 啊，跟格式金庸。当年我们那个年代，80年代那个时候，都是男看金庸，女看琼瑶，对吧？不男不女看三毛。那最后一句话是瞎说的，当年是大家调侃，为了押韵啊。但其实这个都是男看金庸，女看琼瑶，这当年确实是啊。一般看三毛的也都是女同学可能会看的会多一些啊。那男生确实看看金庸一般比较好。比较多哈，不是比较好，比较多啊，对吧？最后一句话的那个是当年大家那个时候瞎说的，都是啊。好，看下边啊，最后一个词呢叫做 blur 啊，blur 表示的意思叫做什么呢？叫做使模糊。刚刚讲过，还记得不？看谁练过遗忘大法，是不是 blear 啊？blurry 都行啊，加 y 也行，就是模糊的，就是使模糊，模糊使模糊啊，模糊使模糊啊。好了，把这几个词儿跟老师过一下啊。第一个，bleak 脑子里像 black，黑色的是阴冷啊，叫做阴冷沮丧，a bleak house，对吧？非常阴冷的这样的一个房间啊。bleach blanch，看这个词脑子里想谁？像 blank，像空白处这个词，叫做漂白变白，漂白变白。blur 是模糊啊，模糊啊。blank 脑子里想谁？像 blind，盲人迟钝，盲人迟钝，这个是啊。反复的行为就叫做犯大错，蹒跚，盲人蹒跚，啊，蹒跚啊。好，来看看这个例句下面的几个词。看，第一个，the earliest recorded bushfire catastrophe 还能记得它什么意思吧？一个什么 phenomenon 现象，什么样的现象？有星星的 astro 是星星，星星掉落的现象叫灾难。澳大利亚历史上最早记录的丛林大火灾难，bushfire catastrophe。叫做大灾难。还有哪一次？城市中间拉警报叫 calamity 啊，city alarm calamity。想想这个词儿怎么写的？calamity，别忘了它啊。好，这边第一个 humidity，humid 叫做湿度。想想人是泥巴做的，那人也是水做的啊，湿泥巴才能和成人，干泥巴和不成，叫做 humid。最后一个词叫做 bleak，我们的这个处境啊。想一想，非常的惨淡，叫做窘境，很惨淡，处境，很惨淡的，黑色的，好，看下边下一组词啊，来，这一组词呢，都跟什么有关呢？又是这样的一组字母组合，它跟什么有关呢？跟光的移动有关，它跟光的移动有关。脑子里想哪个词？想这个金子这个单词，大家，脑子里想金子这个单词，先让它，好，把这几个词写完之后打一下 E。好，写完之后打一下 E 啊，没问题啊，金闪闪的啊。GL 开头的很多词呢，通常都是跟光亮有关。那这组词很多词都是发光，那你注意一下它们的区别其实就好了啊，注意一下区别就好了啊。这是在讲义的64页啊，讲义64页啊。好，第一个单词叫做 glimmer，看到了吗？这种发微光、微弱的光，一般我们叫做 glimmer 啊，不是说那种照的地通亮的，不是那种啊，一般强调发出微光啊，我们可以用它。那如果是叫做 a glimmer of hope，大家这里边这个短语该怎么理解？a glimmer of hope 这个短语该怎么理解？哎，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丝希望、一线希望。
啊，一点点希望。哎，glimmer 你也可以通过我们之前说的那个 X 去记，你可以通过 shimmer 去记也行，通过 shimmer 去记也行啊，这俩可以放到一块儿。MM 呢，很闷的啊，叫做发微光啊，微光啊。第二个叫 glare，glare 叫什么？发强光、怒视、强光。这个注意它的特点。这个大家可以通过谁去记？你可以通过 R 去记。R 什么？想想这个，有的男同学拿那个激光笔啊，或者手电晃一个女生的眼睛，女生就是啊，是这种感觉啊。啊，然后给他一顿暴打，是吧？发强光刺到他眼睛了，发强光怒视，glare 啊。下一个单词呢叫做 glow 啊，很低沉的光。这一强调什么呢？强调是发光发热。我们那个现在抬头看看这个白炽灯啊，宿舍里的这灯管灯泡，白炽灯的灯光啊，这种就想叫低沉的，就不是很热，不是很刺眼，但也不是说特别弱，低沉的柔和的光。新概念三当中翻译成柔和光啊，其实就是正常的发光。专八里面还可以表什么呢？就是衣服上的那种银色的这种闪光，当时也用的这个词 glowing 啊。但它的第二个用意和其他词不混淆的啊，就是它可以表示东西的发热，往往伴随有热量发出的光，往往伴随有热量发出的这种发光发热会用它啊。好，下一个词 glisten，glisten 多指湿物体和油物体表面发光。这后边有个哪个词？是不是有个 listen 呢？Listen，听吗？叫做听到啊，记住叫做湿物体、油物体表面发光，水光啊、油光啊。有的女同学看一到晚上的时候，脑门锃亮，帽子一天油了已经是吧？这叫做油光啊。下一个词叫 glitter 啊，glitter 表示也叫闪闪吧，它多指什么呢？多指啊珠宝啊，或者是什么呢？武器呀、啊，对不对？宝剑呢？这种光叫 glitter。当年我们看那个金庸小说，也什么倚天剑、屠龙刀，那个宝剑，呲啷啷一闪，是吧？这叫做 glitter，TT 结尾的啊，有个 TT 在中间的 TT 标志。想想晶莹剔透，你可以通过 T 去记，晶莹剔透的光啊。好，下一个词 gleam，gleam 就正常的发光，它也可以只发微光。大家看呗，它就它前半截，我这样画出来，反应过来没？看到了吗？就是它的前半截吧，listen 不就是听吗？listen 还用知道怎么记？listen 不就是听这个词吗？啊，对不对？叫做 gleam 啊，发光啊。来，把前面这几个词儿跟老师过一下啊。前面这些词它们都是相同的意思，全是俩字儿，发光。前面这些词啊都是发光啊。第一个 glimmer 啊，很闷的啊，想想 shimmer 的微光或正常的光啊。第二个呢叫做啊。想一想，叫做强光怒视、强光 low 很低沉的发光发热，能听到的，像水声能听到吧？滴答滴答滴答，流水哗哗哗哗啊，这种感觉啊。水光和油光，湿物体表面发光，用它听到的 TT 的晶莹剔透的光啊，珠宝啊，Tiffany 啊，卡地亚呀，梵克雅宝之类的啊，就这种 gleam 还是发光。好，下面这两个词呢，不是翻成发光，但它其实也是跟光亮有关。那第一个呢，叫 gloat，gloat 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做幸灾乐祸的注视，就是我们所说幸灾乐祸，叫 gloat at，幸灾乐祸的看一些什么东西。它实际上影射的是谁呢？注意它前面其实影射的是瞥见这个单词，大家有学过吗？叫 glimpse，后面加一个谁？加一个 at，它实际上是跟 glimpse 是同源，就是目光的移动。你看我们幸灾乐祸的时候是怎么看？什么叫幸灾乐祸？是目光看。比如说你妈打你哥的时候，你们家俩孩子，你怎么办？你还不能看着，就这种。你这样的话，完了之后，你妈一走，你哥给你打一个。一般都是这样瞥一眼。是这种感觉，能理解吧？就是偷看你，目光偷看，就这种感觉。哎，你不能说这样的，打得该，打得该，那完了。那你哥一会儿给你一顿暴打就，就是吧？这要知道，它叫做 glimpse，所以恰恰都是目光偷看的这种幸灾乐祸啊，幸灾乐祸啊，gloat at 啊，gloat at 啊，这个打错了啊，幸灾乐祸的注视啊，注视啊。好，最后一次叫 glamour，glamour 叫做魅力啊，魅力这个单词啊，有魅力就是 charming 啊。考研当中考的什么形容词吧？说 glamorous。当年有一篇文章讲到名人母亲。对不对？名人母亲要孩子，就说这些名人都是 glamorous 啊，有魅力的。大家还记得后半截影射的是谁不？我看看这个词，后半截 amour 影射的是哪个词？讲过这个词跟没？爱慕说过没？
爱慕，大家有印象吗？知道这个内衣品牌吗？没学过，听过这个内衣品牌吗？Amour，对不对？爱跟爱情、色情相关，对不对？爱情、奸情相关啊，就是让你爱的发光，对不对？哎，让你爱的发光，啊，爱让你爱的发光啊，是这个意思啊。好了啊，把这几个词儿刷一下啊，第一个。闷闷的啊，很闷的微光啊，刺眼的光，强光，嗯，柔和的光，还有发热，听到的是水光，TT 晶莹剔透的光，gleam 就是 glimmer，它俩同义词，gloat at 啊，就是它是影射是 glimpse at 啊，目光偷看一个人，这叫幸灾乐祸的看，瞥一眼不敢使劲看啊，让你爱慕，通过谐音记忆 amour，让你爱慕的去看，啊，让你目光注视并且充满爱，叫有魅力。啊，魅力时有动词叫时有魅力，或者魅惑谁谁谁都行啊。好，看一下下边啊，下一组词，来把这几个词读一下，叫做 chasm，看一下它，嗯，叫做 chasm，abyss，啊，canyon，crater，seam，crevice，这几个词呢，主要还是作为平时阅读的积累啊，主要就作为一个阅读积累了。第一个 chasm，第二个 abyss，第三个啊，叫做。Canyon 啊，Canyon crater seam 和 crevice。考试呢，没有什么考点，没有什么明确的考点，就是平时阅读的一个积累。你像留学考试当中讲到一些什么自然科学的文章当中讲到一些什么地貌啊，会出现什么大峡谷啊，就出现这词儿了啊。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单词啊，叫 abyss 啊，这个大家可以通过谐音谐一谐啊，就是哦必死，对吧？啊。我必死，从哪儿掉下来？别说我不吉利，是吧？就是哦，必死，叫做深渊，叫做万丈深渊，从这一掉下去就活不了了，对不对？叫做 abyss 啊，abyss 啊，canyon 这个词大家主要记住就是科罗拉多大峡谷，就美国，大家有去过吗？去西海岸玩的时候就 Grand Canyon，用的就是这个单词啊，Grand Canyon，你把这个短语记住就行了啊。美国的那个大峡谷，在网上也能看到。啊，一般就是这个用的，跟它搭配的是最多的。大峡谷 Grand，咱们学过，是个宏伟的那个词儿，Grand Canyon，啊，Grand Canyon，啊，叫做大峡谷啊。Crater 这个词只要出现，这个文章肯定讲的就是什么？咱们留学的同学有吧？Volcano，讲到火山才会提到这个词儿，因为它就指火山口。那文章讲到火山才可能会提到它，要不讲到火山就提不到。Crater。啊，叫做火山口，把 volcano 写旁边就行了。啊，看一看啊，把 volcano 啊写在它旁边就行了。啊，这个词呢也是来自于谁呀？跟它跟创造也是一家的啊。火山喷发的时候，地貌创造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通过创造去记一记。但你一定把 volcano 写在旁边啊，volcanic crater。有的时候它前面会加这个形容词啊，volcanic。还有就是火山口形成那种湖泊。就是你可以叫做 crater lake，写一个短语都行。你通过创造去记，创造出来的啊，叫做 crater volcanic crater，这个是最好的一个记忆方法。你就通过把 volcano 形容词旁边 volcanic crater，用它这样去记是最好记的啊。seam 呢，它表示的是皮革布料的接缝。咱们现在看看肩膀这个位置，袖和肩之间是不是有个缝？看见了吗？这个缝儿叫做 seam，这都是跟缝隙相关，啊，跟自然相关了啊，缝隙相关的，啊，缝隙相关的啊，好，看下边啊，下一个词儿叫 crevice，crevice 表示岩石的裂缝，一般会用它，岩石的裂缝会用这个单词啊，那它呢，通过谁去记？一个四级的基础词叫 crack，crack 本身是最常见的裂缝，比如说咱们说这个。一个什么管子上面忽然 crack 裂开了，有个裂缝，冰上有个裂缝，正在那听这个冰上在冰上滑冰呢，忽然咔裂个缝，叫 crack，这是来自于拟声词，啊，crack 是一个声音过来的，啊，那 crevice 也是叫做裂缝的意思，但它一般都指岩石上的裂缝，岩石上的叫 seam，它跟 sew 缝这个词是同源，啊，它跟缝这个词是同源的，缝合缝上，这缝上呢，这个叫做接缝。啊，接缝啊，必死的是深渊，啊，最后一个呢叫 chasm，指深坑或者叫做自然界的，大家能看到这个吧？
自然界的深坑裂缝。当然，这个在新闻当中还有第二个意思，就表示团体之间、两个国家之间的巨大的分歧。把这个意思给我写上啊，国家、两个国家和团体之间的分歧，比如说 a chasm between the countries 在这个国家之间的巨大分歧裂缝，这样翻都行。这个词还可以通过叉叉去记一记，行，看，叉出一个，看，叉出一个深坑裂缝。叫做 chasm，但别读成 chasm 啊，chasm，叫做深坑裂缝，一把刀插下去，拔出来有一个缝在里面啊，chasm、abyss、canyon、crater、seam 和 crevice 啊，crevice 啊，好，把最后一组词说完啊，今天压两分钟啊，今天压两分钟，把最后一组词说完啊，叫做 deteriorate 啊，deteriorate 这个单词呢，其实它是。我们也是所有考试的一个交集词，所有考试的一个交集词汇，非常重要的一个词。从四级到六级，到托福到雅思，到专四到专八，到考研，是非常重要的词汇啊，叫做恶化。最后一组了啊，叫做恶化啊，把这些词写下来啊。第一个叫做 deterrent，deterrent 这是它的名词，你看阻止嘛，这叫阻碍物，阻止阻碍物啊。好，我们先来解释解释上面这个词啊。首先，这个词跟为什么跟恐惧有关？TER 它这地方它影射的应该是谁呀、啊？它影射哪个词能帮你助记它？哎，就是那个 terrible，是不是？它是可以帮你助记它的啊，可怕嘛？你看这个第一个 DATE，这都是前缀后缀，这都到现在都能看懂了吧？中间部分想一想，它长得非常像哪个词？就 terror，terror 叫恐惧嘛？terror 中间恐惧，但第二个 R 变成 I 了，注意一下，DE 在此处表示加强。就是加强变得越来越恐惧啊，比如说一号看根哥啊还挺好的，第二天看根哥有点这样，第三天看根哥这样了，第四天看根哥已经这样了，就变得越来越吓人的感觉。记住老师的解释，加强就是越来越恐怖，能理解吧？越来越恐怖，这就叫做恶化，就是变糟了，变得更糟了，叫 deteriorate。看看中间部分啊，terrier 啊。好，下一个单词叫做 deter，叫做阻止，或叫做抑制，或者翻成震慑都行啊。它这样也这样去使用 deter from，这也是一个难度较大的词啊。阻止某人做某事，简单点的同义词就是我们所说的 hinder 啊，hamper，还记得吗？啊，第一在此处其实也是加强，为什么叫做震慑住、阻止住？记住老师的解释，就是加强干嘛？吓唬住。记住老师的一个解释，其实就是一种。给你吓唬住了，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你在小区里走的时候，忽然窜过来一条狗，给你吓一跳，对吧？那你反过来吓唬它，你说你是不是有的时候会这样，哈，这样一下，哎呦，吓我一跳，是这种感觉吧？就是加强吓唬你一下，就是这种感觉，吓得它不敢动了，给它吓唬住，叫做震慑住，震慑住叫做 deter，叫做 deter，记住老师的解释啊，吓唬住。恐吓住他震慑、阻止，deterrent 是它的名词，叫阻碍物叫做阻碍物的意思好，那它的反义词呢，叫什么呢？叫做 ameliorate。这俩是模仿造词，你看，一个叫 deteriorate，这是 ameliorate，叫改善、提高。这个不要写汉语意思啊，它同义词就是 improve。高级考试当中就这俩，只可能考出来，别的考不出来。叫做 improve 和 ameliorate，这两个是最常考的，改善、提高。表示提高这个词啊，那它为什么叫改善提高呢？A 作为前缀，实际上是表示否定而中间这个 mile 这个词，跟大家还记得什么意思不？mile 这个词跟讲过没？它是不是叫做坏呀？提过这个词根吗？邪恶坏的，也就是没有变坏，那就是负负得正了，把这个词给变成正向词了，没有变坏叫做改善，ameliorate。哎，反应过来了吗？你看它的一个造词，ameliorate，没有变坏就是改善这个词不好记，你这俩，我建议大家把这俩词对照去记，你读一读，因为它后边都一样，deteriorate、ameliorate，一个是 become worse，一个是 become better 好，最后同义词，同义词有三个第一个 worsen 能理解吗？worse 加 en 恶化，worse 加 en 是恶化aggravate 加重。这中间部分影射的谁？重力见过它吗？重力见过这个单词吗？叫 gravity，A 加辅音双写表加强，加重，
加重就是恶化嘛。咱们当年物理课老师讲那个大 G 就是它啊，加重恶化啊，aggravate worsen 啊。好，最后一个词，这个词呢，以后词根以后也再讲，今天先不讲，标注一下啊。它中间这个 acerb，它其实影射的是这个 acid，是跟什么有关？是跟尖锐有关，sharp，它是跟尖锐有关啊，就加强变得越来越尖锐，exacerbate。后面会再讲到这个词根，到那时候咱们再说，跟尖有关啊。好，把这组词过一下啊。第一个，脑子里这组词一定要想谁？一定要想 terrible，你就能记住，可怕嘛。加强越来越可怕，叫恶化掉啊。加强看叫做吓唬住，记住老师的解释啊，就是给一个人吓唬住。Deter somebody 就是 stop somebody 啊，deterrent 名词叫阻碍物，没有变坏就是改善，ameliorate，worsen 是糟糕，aggravate 这是加强嘛，这变成尖刻嘛，越来越尖刻，越来两个人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越来越尖刻，能理解这个叫做关系上的这种恶化，现在明白了吧？哎，是强调这个尖的概念啊，越来越尖锐，越来越尖刻，两个人的冲突矛盾越来越尖锐，这个叫做急转直下，叫做恶化。啊，是这个意思啊。好了，那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了。今天的词是比较多啊，今天的词比较多。来，先看下例句：There is a glimmer of hope，没问题吧？For redemption，redemption 叫什么意思来着？叫做救赎。它咱们讲过吗？救赎有一丝希望。Shawshank Redemption，它的动词是 redeem，对不对？哎，redeem 啊，说过了啊。That chasm will。啊，这个差距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Chasm 表示的意思叫裂缝、分歧、分歧、差距啊。The chasm will become more crucial，差出一个裂缝、分歧、裂缝、分歧。最后一个单词叫做 physical deterioration，身体上的什么呀？恶化，对吧？身体情况的恶化。这个 deplore 表示要遗憾啊，遗憾、懊悔都行啊。She deplores。The physical deterioration 啊，好了，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啊。老规矩啊，睡前看一遍，22点打卡，大家别忘了啊，22点要打卡，要打卡不要忘了啊。第二个呢，就是明天早上7点是第二次，然后17点，明天17点第三次，两本都用完了就再买一个，自己买一个别的小本儿，好看一点的小本儿，把它们都放在一起。半个小时之后就能看重播啊！一定要认真去看啊，不要掉队。这周还是5节课，不要掉队啊！睡前一定要看一遍啊！你睡前不看，明天早上就忘了啊！睡前一定要给自己讲一遍。我们还是老规矩，叫讲单词不要背，要去多讲不要背啊！好，明天晚上我们再见，拜拜。